在佛山，我斧头帮就是。在我这儿，只有一个法，就是国法。叶探长，日本人在我的码头私运鸦片，所有利润五分。老夫想看看你的法是怎么对付日本人的。我就这么说也多いが、本当にできるのは極わずかだ。放掉！说吧，黑侠在哪？我做叶问。一个人活着过来接我们。好，今日我要用三爷的法来还他一个公道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怕死，那我就再让他死一回。冲啊！黑侠会不会来救个死人？应该会吧。娘的，给我放明白了！这是中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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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。